桃园火车站，有什么意义吗？很明显嘛，就今年的那个藏宝呢是在那个桃园嘛，不一定啊，他今天哦，我跟你讲，虽然在桃园开场，但他没有给我们地理的限制。哈，就今天没有限制，所以很不容易，怎么办？而且桃园我们超不熟的，不，我们赢了。为什么？为什么？混桃园长大的，开玩笑，新民国小毕业。你混桃园长大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我就是群子，我们这。偷袭你干嘛？下午要来，千万不要绕场。精彩刺激的前进台湾第三回合现在正式展开啦！制作总部在台湾的某一处阁楼里面放置了10万元的现金，两组主持人紧紧依靠制作总部提供的四张照片以及同样是线索之一的浴血，用智慧和努力寻找出10万元现金的藏放地点。谁能够最快找到宝藏，即可拥有10万元的现金。好，现在呢，这里有4张照片。我看，我看。这个好像我们来过哎。你要去哪里？好像有去过是不是。谁跟你要去哪里？十面埋伏了。哦。什么老街的？对，什么拿淡水老街？不对，老街对。方向不在。我好像去这里拍过戏耶。那个公园到处充满了水牛，泽明桥想不起来什么牛在哪。泽明桥，泽明是谁啊？江泽民，对吧？想太多。啊，不然还有谁叫泽明的？我不知道啊。许泽明哦。我跟泽明不熟。真的哦，我也跟。哦。中山路，桃园有中山路。看看。还有这个老街一定都有这种的，而且老街一定会这个。而且老街一定会有在麦当劳。老街为什么很有麦当劳？因为要进去啊。这样，我眼视力很好，我跟你讲。让我看一下这边什么地标有没有？哎呦都没有，这张蛮聪明的哦。上次因为被我看出来，那边是那个什么沙轮。沙轮。同学，请问一下哦，这4张照片你有没有在桃园见过？桃园没有几条老街，对不对？就是在远东百货那里，远东百货那一条街。圆山吗？没有没有，是我是不在远东那里。不是啊，不是远东。小弟我不敢说。你讲啦。桃园应该没几家麦当劳。你是桃园人吗？哈，你不要跟我们哈拉半天，结果说你从台北来玩。这个是在大陆，相信我，小手大力爽。好，同学，你是那边派来的间谍吗？大陆嘞，你赶紧去。这一张跟那个，这不是桃园，这两个不是桃园。你在那？怎么可能？这一个桥你就知道了。搞不好风景区哎，烧炭过。是太平洋搜狗的那一条，可是太平洋搜狗，桃园太平洋搜狗，那中立。没有啦，那个桃园也有，桃园有啦。真的？啊？你看看，你是富贵。小妹妹，你没去过这里？你刚刚说富贵，有没有来过这里？没有。有没有来过这里？没有。啊，不，你来叫叫什么？哪里什么庭园？富贵庭园，富贵庭园是不是？刚刚那个有牛的那个，有牛这是富贵庭园是不是？那附近，好，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好的线索。对，富贵庭园，富贵庭园的话，我们再问你们学生好。再问一个，确定一下。哎，同学，不好意思，来。哎，先生，你刚刚在大马路上，又很危险。怎么样？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地方？你是桃园人吗？哦，对，我知道。你知道在哪里？你被没人吵一点，被吵死了。对，好像是往大溪大拉山那边吧，神牛村啊，是神牛。神牛村的，跟富贵庭园有没有关系？富贵庭园。好，那这个桥你看过？可能是大溪的中正公园。好，这里有没有？是不是进去之后要看到这些？这个啊。这个很麦当劳到处都有啊，这样看我根本就不会。对嘛，这都不用看的嘛，对。好，这个，这个大溪老街啊，没错啊。大溪，对，对啊。确定？确定大溪。然后你现在讲的对。那这个什么？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指令，他说有这个呢，就会告诉那大溪老街那边有没有要下水的地方。我很久没有去大溪了。等一下，那你这个，你说神牛村里面有没有水？
应该有吧，是水牛啊，应该有。哎、欸，也对啊，水牛要抓水牛，呜啊呜，狼狈狼狈哦。根据路人的指认，四张照片的地点都在桃园县的大溪镇。哎，这是真的吗？罗志祥、何宇文抱着姑且一信的心态，决定去大溪一探究竟了。这时候，孙协志记行在桃园火车站门口问人，问着问着，哎呦，竟然也找上同一个人呐！先生，啊、先生，拍谁？我刚才那个。那个小猪他们路过了，他正在走，他正在问过他，就问过我他们走对了。你刚正问他问过你之后他就走，对不对？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我跟他讲在大溪啊，大溪的、啊，两个大溪也去了。你有两个讲大溪了，大溪哪里？哎、欸，你不能保留一手，你对啊，都这样。快点起来，他们跑比较，他们跑很快。你快点，不要再退了啦，快点，大溪哪里啦？天坛那一边嘛。哪里你要去你不要一直看你的快点啊，你不讲我就不管你。对，我看到有牛，我知道大溪有个神牛村，这牛好像会算数吧。神牛村，神牛牛会算数。那你这个像不像大溪？这个对啊，是大溪老街啊，这确定是大溪老街。这个建筑物超远，能够有这建筑物。路人的指证历历，让孙协志激情不得不相信啊。就这样，双方人马都听信同一个人的说法，相继出发前去大溪了。30分钟过后，罗志祥、何宇文率先来到大溪了。小弟弟，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牛？在这附近。你还没看到说没有啊？那这个桥没看过？是这个呢？这个呢？前面啊，好，谢谢啊、哦，前面是不是？谢谢，拜拜。耶、yeah, ，就这里，这里，啊，不是，在哪里？那，这个镜头要往那边攀，来，有没有？登山这边，然后之后呢，这边有个万山路哦，万里香有没有？万里香，哎、欸，黄日香啊，黄日香很有名啊。啊，你不是视力很好，应该有没有夸点哦？不，每个地方呢？他的你在每个地方视力不一样哦。对对对，因为我对红色的那个比哦，感光比较高。对对对，因为那个眼睛有点问题。对对对，那既然呢到了这里呢，我们马上去问当地的路人，因为呢这里面照片呢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Go！开赛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罗志祥、何宇文马上就找到了照片上的大溪老街了。他们能够一举查获宝藏的放置地点吗？台上的饭。嘿，陶哥，请问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这里吗？对，是，没有错。好，就是、我们这条街。请问一下，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个好像是在那个在哪里那边那个神牛区一样，是吧？神牛区去头寮宾馆啊。头寮宾馆。那这个是在神牛区里面。甘纳西哦。泽民桥什么第一来宾？这个好像是在大溪公园。大溪公园。很像大溪公园里面的一条桥。大溪公园那个桥是大溪公园，从那个直直走到底，左转，那里有一个。那这里也会经过这里吗？跟那里不搭嘎，完全不搭嘎。往慈美水库，哎，往慈武的方向。那这个什么？玉溪。那这个跟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哇，我觉得今天很难呢。等一下，你要先记清楚。他们讲，他说这两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啊不是，就是不一样。所以呢，你要去哪？我们要去哪一个？现在我们地方都知道了。哪里？我看去惠牛应该要穿雨鞋。惠牛神牛村那边要穿雨鞋。对啊，那边有一只神牛会穿雨鞋吗？会穿树，算树，真的会算树。神牛村，神牛村，对，好，要不然我们这样，到了神牛村要穿雨鞋，因为要下水，因为毕竟那个牛是水牛，所以呢，所以真的好浪费时间，是浪费时间嘛，所以呢，忙赶去选神牛村 ，Go！从照片上的牛联想到喂牛要穿雨鞋，因此宝藏应该藏在神牛村里面，跟牛有关的地方呀。嘿，这样的推理是正确的吗？哎，待会儿我们就知道喽。
再来看看刚刚直达大溪的四节制激情。Go go go！ 耶、yeah! ！到了到了，我跟你讲，刚刚在车上就看到了。啊，你的包包来了，在车上。你的海包包啊！你鞋子好尖头笨呢、哦。我跟你讲，来来来，来啦来啦，小心车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那个麦麦劳？有没有？黄大木豆干啊！有没有看到这个绿色的黄汉？不不，大汉中医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刚刚谁还说大溪中医耶？我嘞！赞你赞你赞你，找到了找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刚刚啊，根据我明察暗访之后呢，我们现在所有的箭头都指向神牛村，因为往石湖方向那个神牛村，它门口一进去就有很多图腾，就是牛，还有牛车。这样子哈，应该就是这一张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探究掉了。来问一下，问一下，哎，不要怕，不要怕，来，哎，你们是两个姐妹是不是？神牛穿一样，等一下，看一句话就点出来了，哪里哪里？神牛观光区在哪里？哦，在那个湖湾那边。很远，离这很远吗？上去就到了。那就点出来了嘛。那这个嘞，这个嘞，在大溪老街。在哪里？在同学，大溪老街是叫中山路吗？中山，好像没吧？是吗？在豆花。对嘛，大溪老街哈。那家豆花好不好吃？不错吧？哦，还不错哈。那是大溪公园。大溪公园。在哪里？在哪里？中正公园。对，中正公园。在公园那边。啊，同学，真是感谢你，真的是个好心的人。同学，太好了。谢谢你啦。谢谢谢谢。同学，你今天放假？放暑假啦，同学，加油！啊，国家未来的栋梁就靠你们了。所以啊，你看我们四个点几乎都有了，大溪老街就在这，大溪公园还没。没有，这张已经是一张废纸，这张没有用，成为过去式。可是也很难讲哦，搞不好宝藏就在这一张。我还没丢啊。而且我跟你讲，还有一双，还有一只雨鞋哦，所以我们还要联想到跟雨鞋有关。雨鞋是最后，跟雨鞋比较有关只有这两张。我真的，我现在在得意。我跟你讲，跟雨鞋哦，比较接近的就这两张啊。它叫神牛公园啊。你喜欢听不啦？我在听啊。神牛公园是什么啦？神牛观光。神牛观光哦，去嘛，对不对？神，你把大溪公园跟神牛观光就并在一起了。反正就顺着走就对啦。顺去哪里？经过这个，经过这个到这个，然后到这个到这个啊。怎么那么简单呢、啊？那我们需要还要需要到老街吗？不用吗？最后去吃碗豆花就好了。有点折磨。同学，哪一个你再来一下？公园比较近还是神牛那个比较？来，公园比较近哦。公园比较近，对不对？同学，公园有没有泽明桥？有啊，就是这个花，就是泽明桥，就这个吗？你怎么都知道啊？常去哦。你是这里人哦？他长得很可爱。对。好啦，谢谢你啊、哦，就很不好意思，拜拜。谢谢谢谢。啊！赶快赶快，我跟你讲，赶快走，不要再说了。我想我们先到近的地方，大溪公园。不是、啊、那个神牛观光，大溪。先到大溪公园，再到神牛观光村呐、啊。好，因为这个比较远。两组主持人兵分两路，各奔前程去了。一组要去约需20分钟车程的神牛村，一组要去附近不远的中正公园，两个不同的地点，哪一处才跟雨鞋有关？还有那10万元的现金呢？哎，你们好，你好，你好，先生，先生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先生，这里熟不熟？你看没看过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桥？这个公园？在里面，就在里面，对。那这个呢？这个呢？这个。这没看过啊，马路旁边吧，马路旁边。嗯，谢谢，我也知道，因为有斑马线，好不好？少年宾馆啊。现在没有时间拍照嘛？没时间。拍谁啊？记得看电视哈，来，快快快！小杨哥，小杨哥，小杨哥！往水的地方找就对了。有，加油！在这里。德明桥快。长一样的，走一脚。哇，今天我不只可以吃个豆花，我还可以去吃个大餐。走一脚，
哎，可是奇怪，小猪他们不是下车了吗？没有啊，他们刚过，我们又开走了。还是他们到那个什么神牛地下室？不知道，有可能。我觉得这里比较。可是哎，我们找到桥之后呢？这水深吗？他竟然给我们雨鞋哦。那先丢丢看啊。该不会那么收藏在？什么公园要找个石头这么难？该不会藏水里？你用石头可以测水深，你搞捧。哎、欸，哎、欸，你怎样？然后你试试看，快。好，看他声音有多沉。好好。好，有多沉？大概有3公尺沉。乱哈拉一声，乱哈拉。这个不能让人家，哎、欸，他们不会叫我们到这里吧？好脏哦、喔，真的假的？擦擦看，快。哎、欸，我的妈！你还穿阿婆会穿帮。裤子都快掉了，我裤子也快掉了。哎呦，哎呦，哎呦，有声哦，有声的。对啊，都没碰到底耶。糟糕了。虽然来到了感觉最有可能藏有宝藏的地方，但是既深且脏的池水令孙贤志激情一下子退缩了起来呀。即使制作总部在他们的背包里面备有下水装备，哎呀，但是他们始终是不敢轻言下水去呢。那你就可以下去啦，你刚刚不是说你要跳下去？你刚刚不是说你要跳下去吗？要不然一起跳啊。好啊，你先。我先啊。对啊。不要啦，先走慢先。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怕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刚才哦，我们看到那个，我们不是跟小猪他们车一起来，可他们又先离开了，超我们车然后离开。对，所以他们会不会是已经发现就在那个神牛中间？哎、欸，对，他们都没过来哎。对啊，我们在这边待那么久，他们也没来。而且我一直觉得不可能在这个水里。你不跳下去试试看，你就知道。是也没错，那就觉得不太可能。神牛观光，我们直接赶到神牛村好了。就去了。就去了。我照地点来分配也是比较像神牛村，因为它比较远。对啊，应该要这样远近到远 啊，最远的就是那个啊。对对对。第一站是那个什么嘛？第一站就是那个黄大木嘛。麦当劳。豆干那个啊。哦。第二张是老街嘛。第三张是这个桥嘛。第四张是神牛啊。最远的。所以应该在。走走走，去神牛了。我们上一个礼拜也是这样。对，走。应该最远的就是目的地了。走了走了走。由于实在是克服不了对未知池水的恐惧，孙贤志激情离开了中正公园，转往神牛村去了。这样的改变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而正当他们出发前去神牛村的同时呢，罗志祥和宇文已经抵达神牛村啦。好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水牛村了。神牛村吧？啊，对，神牛村。观众朋友，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今天带的这个铲子、那个包包呢？因为我们笃定就在这里面。Last ride！ 耶！哈哈！哈哈哈！哦！哦！小猪，小猪，拿出来第四个线索。哎，他的扛棒。哈！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啊，我告诉你。进去挖。那水牛呢？里面呢？进去水牛村之后，就看到什么呢？看到。桥 ，Go！ 天桥，哎，桥桥桥，桥桥桥，不是这一张。哎，不是，它没有红红的。哎，对啊。哦，没有红红的哈，没有红红的，所以不是。里面应该还有桥。有。蔡恩桥，啊，进来了，宝藏，神牛，神牛，宝藏，赶快看我们桥，桥，宝藏，快点，宝藏在哪里？宝藏在哪里？哈，宝藏在哪里？在哪里？烦了，应该唱唱。干嘛？谁谁娘谁谁娘，吵死人！到了，就要到了，所以要开心啊！那先找桥啊，小桥流水人家，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找桥啊！你躲在旁边，讨厌。要找桥哎！
宝藏在哪里？哎，还有鸡耶！八八八！哇 ，Oh my god！宝藏在哪里？鸡犬不宁，因为我们拿到10万块，鸡跟犬都在叫了。不是，是鸡犬升天。哎呦，哎呦，升天了，升天，你要当神了是吧？你要快死了是不是？要不你说你要升天？哎、欸，小朋友不要学习了哦，这些我都有练过哦。人也是会升天的，你知道吗？别叫啊、哦！罗志祥、何玉文满怀希望，准备要大肆开挖宝藏啦。然而今天并没有营业的神牛村里面，哎呦，别说没有照片上的桥了，就连半只水牛也看不见呐。总之这里的一切根本是毫无一点跟雨鞋扯得上关系的事啊！显然神牛村只不过代表大西而已。并非是10万元现金的埋藏地哟。给搞。这个桥不在这边，不在神牛村。你不觉得他这个画面可以跟这个联合在一起吗？很 match 啊。My god， 栽啦！刚才那位小姐跟我说这座桥不在这里面哦。她说在一个什么公园？她说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啦。大溪公园是不是？好像就是在刚那个老街附近，他说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就硬说在这里面。Oh my god！ 玩啊！所以呢？所以回去找啊！就忘记什么公园了啦。大溪公园，要不然中正公园哦。你看，鸡在抗议，他叫我们要走回去的时候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学鸡叫、啊。有，我听懂鸡语啊。他说要在我们这发，就走到外面去了，惩罚我们。那你要学鸡叫，这样怎么？我们要一起走啦。神经病，都是你啊。他是我、啊。哦，不是你啊、哦。我刚说就说那个。好，所以说的好，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什么？时间。没错，所以呢，赶快我们学鸡叫走出去。你这叫猎人，我告诉你。好、啊，预备，起，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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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爸爸，是爸爸。哦，来，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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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里面很重哎、欸，雨鞋啊，你忘了这个线索吗？不是，你要想想看，是桥下面有水啊，你忘记了吗？会不会就埋在水里面？台南的鳄鱼王那边，可以下去跟邱西河借的，是不是？是。哦，那可能白鳄鱼有咬过、哦。穿雨鞋。过这个桥，还有铲子。对啊。过河拆桥，所以说得好。对啊。浪费时间就是。对不对？宝藏就在桥的下面。我觉得应该是哦，因为没有水，我们今天一定是要挖水，它一定藏在水底下。然后再放一只小鳄鱼，顺便录个探险队。台湾探险队可以顺便录掉。神牛村挖宝失败啦，让罗志祥、何宇文把焦点放在这个未曾去过的泽民桥上了。现在他们出发传进中正公园去喽。而正当他们前脚刚走的时候，哎，孙贤志激情后脚就踏进了神牛村啦。说实在，不想下车，好不好？因为我们刚刚开到小猪的车回去。等一下，来对照一下，对照一下。斑马线那边啊，在那，我刚才看到那个木牌啦，这牛就是啊。虽然刚刚小猪他们从这边回去了，感觉上好像他们找不到，对不对？但事实上也有可能跟我们一样的情况。对啊，就是两边都没找到，然后又交错这样。对啊，可是问题是我现在觉得那边比较有可能，比较有可能。
因为这边完全没有水啊，鞋子一定要用到水啊。我们今天就问一下人，然后问有没有水。好好。先生，你们骑自行车来哦，这里熟吗？不熟，哪里来啊？新竹哦，哇，骑很远哦，要注意安全哦。拜拜。拜拜拜拜，加油。这里根本没有人烟呢，怎么问啊？人。想要猜这个人的心理真难。神牛啊，神牛，请问宝藏在哪儿啊？他才是道具。他不是说有一个？啊，对对对，我跟你讲，再广播一下哦。神牛跟这张广告。对，你们两个广。不要不要，这边有水沟，要掉下去。他说神牛会算命啊。好，往上的那一张就是了，你要先。神牛啊，神牛，我上次有买花，今天没有买花。没关系，心诚则灵。神牛啊，神牛，请你告诉我宝藏在哪儿啊？就是这一张，真的是这一张。哎，我们这个小组是怪力乱神。我们这一组，我跟你讲，每一次宝贝都中，就这张走了。好了，就这样，就这样，走走走。我跟你讲，我们相信神明的判断。亲眼看到罗志祥、何宇文离开，再加上神牛的指示，孙协志记性连进去都没有，就认定宝藏不在神牛村里面了。而现在，他们赶忙返回中正公园去。15分钟之后，罗志祥、何宇文先一步来到了中正公园喽。黑什么？好了，到了公园了。现在呢，问一下，哎，拍谁？拍谁？哎，赶紧进门姐哈。啊，你保不姐哦，姐不姐，我怎么不姐哈？你们这个公园里面有没有这座桥？有啊，在哪里？就在公园里面。拱桥那里呀、啊，很近，对不对？很近，这边。好好好，到啊！谢谢哦，谢谢谢谢。那我现在进去哦，就可以。好，现在呢，我们要进去公园里面拿10万块奖金了。耶！太棒太棒，太惊奇了！哎，六门哎，不是，干嘛？太神奇了吧？啊！我刚刚不是骂你什么公园什么公园，我中正公园哦，还真的是中正公园呢。你刚才骂我，你说啊，怎么可能？大溪公园，要不然是什么？中正公园哦。啊，真的中正公园呢？啊，神机啊，神机啊！哎呦，哎，跟林则徐妈吉要拜个拜啊！哦，讲的是林则徐妈吉吗？对啊，林则徐啊。刚刚请问一下，小猪哥哥，你们是历史很好吗？请问一下，这骑马是谁？林则徐。刚刚写中正公园，应该是讲中正的吧？嗨。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林则徐从以前呢，他都喜欢上那种明星的节目，明星脸有没有？所以他喜欢模仿这个，对，他还学他骑马的音。没错没错，但是废话不要多说，赶快去找这个拱桥，拱桥，拱桥在哪里啊？哎呦，10万块哦！哇，来 ，close。讲啊讲，泽明桥。哎，对了，你看泽明桥，哎，那宝藏应该就在这附近啦。然后啊，我刚不跟你讲过了吗？怎样？过河拆桥，但是你刚刚讲的也不对，哎，讲的也对，也有可能在这边土里面。对啊，如果这边土没有的话呢，想必就在河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先挖挖看，这里面呢有没有藏宝？你看这里好像有人走过。还走过必留痕迹。哇，土很硬耶，他们挖不起来啊。我跟你讲，第一个这边是公园哦，公园是国家公园哦，是不能乱挖的。真的吗？这样会罚钱，所以他们不会藏在里面，也有可能。哎，我在跟你讲事情，你跑掉，你有没有礼貌啊？你这样主会生气。好不好？对不起。哦，如果呢？对不对？又站过来这里，我的视线上讲话，这样只会生我若面对你视线，只会生气。没错，因为你这样不屑我在跟你讲话，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儿子，好不好？好。土没有的话呢，就有可能你眼睛干嘛这样子呢？看着我呢？因为我要深情。没有没有，不用深情，就一般就可以了。哦，如果没有在土里面呢，就。喂，啊、不行，你这不屑不行啊！赶快认真找啊！好了，
所以就有可能在河里面。不可能吧？等一下，我们还有雨衣啊！你这个猪头啊！对哦，忘记雨衣，然后可能在土里面挖土，还穿雨衣啊，然后可能那种线索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在里面，对不对？跑遍了各个照片上的地点之后，罗志祥和宇文把大溪中正公园这条河道当作他们最大的希望了。但是他们真的敢下水摸宝吗？你在干嘛呢？你跟林一组真的是哦。歪歪的啊！你们啊，穿什么屌？没屌屌屌什么屌了你？好好穿啊！男人就女人不能不会穿裤子啊！人家男人帮你穿哦。两位主持人笑闹，但是迅速的穿好防水青蛙装。而这时，孙贤志进行正逐步的接近中正公园喽。我们就顺水深，好不好？做每件事情呢，都要经过大脑。来来，干嘛？试水深呢？好啊，来，站好。嗯，怎么样？扔铲子，这个铲子公园是这边吗？对。干嘛？他们打下去试水深呢、啊。开玩笑，试水深为了牺牲我一男人，你先下去。男人先下去，不管，我不要，我不敢。喂，还没到底耶！哎、欸，还没到底耶！哇，那么深哦。哦，这里而已。没有啊，这里而已啊，那还好。可是我裤子掉了啊！穿起来啊，他裤子掉，感觉要得很痛一样哦。快点，快点！哇哦！你摸摸我！哎，有没有水蛇啊？我快下来啦！下来吗？刚骂脏话。在哪里呀、啊？我不敢呢、欸，我不敢啦、啊。怎么不敢呢？真的啦，脚都下来了还不敢。我踩没有踩到地啊！我踩。废话，你这样怎么踩到地啊？白痴哦、喔，你不敢。好好好，这样子。啊，那赶快挖。快找快找，这底下是硬的，没有土哎、欸。没有土才好挖、啊，你笨蛋。哎、欸，等一下，等一下，这边有没有石？这有没有尸体啊？应该不是吧？这人工安全的吗？哈，安全的哈。有人下来过吗？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游泳哦。哎，那小孩子就那么矮一个，你再下来已经淹到头了，赶快找宝藏，认真一点好不好？刚刚孙学长他们来了，我告诉你，我们还没挖到，又被他们挖走。上次也是这样，每次都嘛这样。你慢慢念念念念什么念的你？这有东西。什么？这有一盒，这有。啊，那你的铲子啦！啊、你去叫我过来，我的哎。小心，我的阿鲁巴，我们就下水。放下。为了寻找10万元的宝藏，罗志祥、何宇文亲身涉险，在未知的污浊河道里面一步一步的搜左右。而早就该到达的孙贤志、季晴，则由于司机迷路了，以至于现在还在大溪镇里面绕圈圈呢、啊。这么大的河，哇，这么早啊！哎，等一下呀，这边有声音。哎、欸，我刚刚捉到了，我捉到了，这个我确定，我确定，我刚刚不是很难，这我听到，你看我这样，我刚刚真的有捉到了，有没有？哎、欸，有哎、欸，哎、欸，有声音哎，对，你走下去摸它，等一下，等一下，是吗？我用我的脚去抚摸它，是吗？哎、欸，你这样哎、欸，哎、欸，很像石头哎、欸。太大了，不可能，不可能呢。哦，石头。哎，哇哇哇！
啊，休息一下啊。不是想你在干嘛？我在休息啊。等一下，你打，你好像打字，我要那种法师、佛祖那个现身的佛。对啊，叫佛台。我佛和天，我飞风而来。要放一下，还没来哦，我们慢慢找哦。哎、欸，我们今天好厉害哦，我们好聪明哦，领先他们那么多。啊！啊！干嘛？什么东西啊？亮了？没有啊！干嘛啦？没有树枝了。神经病哦！很恐怖啦！真的很恐怖，好不好？无聊，树枝也怕。啊！树枝。嗯？哎、欸，被警察了。快找，快找，快找！你帮我把风一下，看那个孙小毛来了没，好不好？哎，对，帮我看看他们来了没，好不好？哦、来了，跟我们讲，好不好？在哪里呀、啊？哎、欸，我们已经找了，整个河都找过了。对呀，对呀，对呀。等一下，哎、欸，稳了吗？很稳哦。等一下，你一手伸下去。我们一起挖，挖，怎么挖不起来啊？不见了，一边呢？那么小吗？哎，是，是对不对？很重，你手放下去了。我不要，黑白脆。好，黑白脆，男生一个，好，快点。为什么没有人黑白车会猜得赢你？快点嘛，你无聊跟我猜黑白车，快，这里这里，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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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呜呼！呜呼呼呼！呜呼呼呼！呜呼呼呼！太谁哦？哎呀，跟你讲有保障。有保障你就不赶快拿，要不然10万块就是你的。呀，一下蒸水了，白饮酒了。饮水耶，饮水的保障，那么特别。你看，往右，往右，往右。啊！还有石头。这是什么宝石哦？睡前在这里。啊收起来，收起来，开口袋，开口袋，是不是叫天鹅湖，天鹅湖才能得到保障，才能拿到，才能拿到，拿到10万。好，好，那要不要写谁流？就写一个神，神啊，神流，神笔好了。神笔啊，对面没有。好，当你打开宝藏时，请二位跳台中跳下 PS。
要在水中跳哦，还有请二位在水中里面跳水中轻而舞，准备拿到宝藏哦。太好太好太好，真是他们干坑了给罗志祥和宇文把伪造的指令放进宝盒里面，再把宝盒重新丢进河道里头去，然后快速的离开现场，等待孙协志弟弟的到来。十分钟之后，孙协志弟弟来到了中正公园了。得到风声的罗志祥和宇文为了让孙协志弟弟赶快上当啊，于是他们赶忙串通了一位小朋友。过去跟那个孙协志啊，跟他说，宝藏不在那边，是在这里。不在这边，在这边附近，在这边，好不好？回去啊，给你们1000块。不要，你去了。那妹妹，好伟大，好伟大。那妹妹很乖，你不能这样叫脆弱小朋友，这是绝对的事。好，小妹妹，你就去跟他讲，好不好？不要钱，帮我们做事。你用跑的跟他讲，说在前面而已。不要说我们讲的哦，快点快点！啊，这边还有个。刚刚这个湖找过了啊，没下去就是。可是怎么办？这边有个池，要先找哪边啊？哎，我跟你讲，可是他这个照片一定都有关联。在这个湖。哎呀，有可能。弟弟，弟弟来，弟弟，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有没有看到什么大哥哥很可疑在那边藏东西？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吗？哎、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刚刚是不是看可疑的人把东西藏在那里？对，没有这个那个。里面还有一张纸条，制作单位这次来印的。这么不容易啊！还有里面还有提示就对了。宝藏在那里。真的啊？他们来，他们来拿了吗？还没。等一下，我跟你讲，小猪看到小猪哥他们都不要跟他讲话，他问你都不要理他。跟他们讲在。你也不能讲哦。跟他们讲在很远那边，好不好？你就说在那一边，好，乖乖乖，我很乖。平常啊，就是要爱带小朋友，他们才会好好的，就是他会帮忙，动作快，线多，动作快，快快快。自以为得到小朋友的密报，沾沾自喜的孙协志激情，准备下水寻找小朋友所说的指令去了。没来的吗？他们不知道在哪里，还是还没到啊？有啊，他们刚过车子，他们会不会去老街了？我们是开比较快一点。你是怎样看到毛毛虫吗？没有。你不要叫我哦。有啊，毛毛虫在你屁。真的假的啦？真的。讨厌哎，你无聊。赶快赶快，告诉你，我没有看过青蛙钟，我不会穿。小朋友最爱戴我们，好不好？真的哦。平常就是要多做点好事。好。还在聊。上面还谈恋爱，那小学怎么办？你可怜哦。孙杰是怎么会这样子呢？对、啊，他有了小贤呢。可是我发觉，季梅可能喜欢年纪比他小的男生。他有丽丽的心态。对，丽丽的心态，他每次对鞋子都很好。他叫鞋子，鞋子，哎，丽丽跟小镇跟鞋子的脸有点像。有吗？有小镇的脸，你再把季梅的头发换上丽丽的头发，一模一样哎。你说季梅长得像丽丽，要换一个头发。对，你看你看，青蛙妆换好了，青蛙也出来了。哇，立就搞，立就搞，立就搞，青蛙来助阵了，快！够了够了，赶快，快了，赶快叫他助你一臂之力跳下去啊！他助我一臂，你拿回去啊！我不要了，快点，不要，是你的头啦。把它丢进水里好不好？好。耶！哎，它尿尿了。真的假的？对啊，它不住。下水喽。对啊，它尿尿在我手上。你过去跟孙协志说，你们再不下水，到时候那个神会生气哦。嗯。你说，告诉你，告诉你，神会生气哦。不要跟我们讲。你说，你没有看到我们了哦。你过去跟他讲。后面我们没有来。你说，神会生气，再下去，下去。哎，这里这么湿，刚刚是不是有人偷偷来走过？叫你赶快那个，赶快下水，神会生气，叫我们赶快下水。啊？今天是怎样？今天是怪力乱乱神出的队。神会生气是什么？就根本叫我们赶快下水。
有这样子哦。哎，这不会漏水吗？这不会。Are you sure? Sure. 因为我穿过。难怪你怕水。哎，因为一下去怎么突然都紧缩了起来？对啊，对啊，因为那个，我跟你讲。好恶啊！可是，在那么里面怎么找？来来来。好恶的感觉哦。突然那个这样整个这样缩紧哎。这里面是水泥的。哎。有没有？这里啊，这里就有一个东西了。里面有东西耶。这里好大一个哦。真的吗？真的啊，就在这。哎哎哎，这是假的，哇，好重哦，哎，哇，这个单位好猛，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哎呀，冒泡，好恶，好恶，好恶哦，好恶，你好恶，好恶，好恶，真的好恶哦，感觉不知道有什么虫来，这样哦，然后再这样，拿起来，拿起来，变完了啦，等一下小猪要来了啦，你看，你看，孙杰志，你很幼稚，你长大了，是坏点。一般。杰志哥哥，我要杰志哥哥，你头给我摘下去，我跟你。快点。吃吧。我来。孙杰志，你可以笑啊，姨。看起来这就当。把它放在这里啊，把它放在这里。哦。爆炸！耶！耶！等一下，再来开密码。耶、yeah!。杰哥，再要开密码。这个还有密码吗？没有啦。这个你看，这两个不是要开密码吗？这是什么？哎呦，这个单位越来越聪明了。哎，很好。这是怎么会那么重？神是什么旨意呢？你看这有一张纸。哎呦，还有提示就对了。没有啦，没有什么。哇，写这么多、哦！幸运的两位，当你打开宝盒时，请两位跳台中恰恰。P.S. 要在水中跳哦。还有两位要在水中跳天鹅湖，才能拿到10万块神笔。神笔？神还会写 P.S. 哎，然后叫我们跳台中恰恰。台中恰恰怎么跳？我们跳完之后，说不定还会有什么那个、啊跳完之后还会有指示就对了，搞不好啊，怎么跳啊，怎么办啊，真的要跳台中，我只会跳这个、欸、哇塞，鞋子你穿上青蛙装之后完全是如鱼得水哈，怎样，开玩笑，台中恰恰怎么跳啦，哎、欸、一般跳这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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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恰恰要脚还要张开哦，台中恰恰来一下，来一下，快快快！能跳啊！两个同心协力，唱歌啊！开唱，一二三。爱情的天价，每条棒子给你。好难跳哦！太难，不能活动哎。等一下，等一下，台中超跳完还要跳天鹅湖。天鹅湖在。天鹅湖跳完才会有指示。OK 了嘛？然后神说还要再跳那个天鹅湖。天鹅湖。天鹅湖你会跳吗？天鹅湖没要跳。天鹅湖就哒哒啦哒啦哒哒哒，我啊！不要玩啊！阿磊，我差点那么危险掉下去，我只能眼睁睁看你，不要吵我跳天鹅湖，但我的专业好不好？好。哒哒，你就配音啊！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宝藏，宝藏在哪里啊？宝藏。哎、欸，你没找到哦！我们在等神的旨意啊。对啊。没有啊。我干嘛跟你讲啊？宝藏有。哎，不要不要，小子，快了，快了！他们要过来了，赶快把神的旨意藏起来。石头给他们了，石头给他们。神的旨意藏起来。你们太晚了啦！哎，赶快继续跳，跳到旨意出来为止。告诉你，你们想拿宝藏就对，你们就要学我。爱情没假象，没假象。我吗？我不要跟他讲，不要跟他讲。没让共哦，没让共。不要跟他讲。刚刚讲没有？有种就下来呀！下来，来啊！钱。对。上面也怎么告诉我们嘛？干嘛跟你讲？
两位，你们打开这个宝藏石，要先学东西下，对不对？还是然后并且还要学校金额，他们想怎么知道？这是制作单位的指示，不是吗？你们两个怎么会知道？他是我们的小子啊！我就没学过哦。他写字哪这么漂亮？不知道，我跟你讲，写字漂亮。哎呦！快问小朋友跑过来跟你说，在这边。拿着。环星超猛单元前进台湾，孙燕姿的军宝大历险，广告过后即将播出。我急修改，你们怎么讲？我要把拉链拉起来。要干嘛？拉起来了哦，就比较难拿。没办法哦，丽丽在那边开玩笑。小郑，你在那边笑好不好？小郑，告诉你，我不好意思。被插了，缺小吗？哎，你刚才干嘛？你干嘛？等一下，那我没错了啊！抓到猪鞭了啦！在哪里先？喂，你在干嘛啦你？不要抓猪鞭！